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梦想剧场。明星的势力排行榜状况真的是非常激烈，每一天都在发生新变化。与前几位的排行榜中，任嘉伦、张哲瀚、肖战、王一博这些当红小生占据前列位置，而周杰伦、姜文这些老将也依旧占据着前十五的排名。但是让人稍感意外的是，王俊凯和易烊千玺，昔日这些 TFBOYS 的人气组合则在排名中稍稍靠后，竟然都无法进入男榜的前十五名，这让很多吃瓜观众感觉到了一丝惊讶。难道他们人气已经下滑了吗？难道王俊凯、易烊千玺这些 TFBOYS 的人才已经江郎才尽了吗？他们是否也是过气艺人？让我们先来简单的了解一下排在榜首的任嘉伦。很多人对他可能已经有所了解了，作为内地优质的男演员、歌手，任嘉伦的人气一直不减。今年上在春晚上，他同女神万茜一同表演小品，则让人们把目光更多聚焦于他的身上。作为一位艺人，嘉伦多才多艺，在年少时险些走上了职业乒乓球道路，他曾和国手张继科是队友。他自带运动属性，让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这位大男孩身上散发出的文武双全的气质，他排在榜首也算实至名归。我们再来看一下 TFBOYS 组合中两位男孩，王俊凯、易烊千玺出道比较早了，前者主打的算是高冷路线，从拍摄的很多写真来看叫人很少，属于走冷峻风格，这一点和王一博比较类似。而易烊千玺则更加亲民一些，看起来十分可爱，他小时候照片更像一位邻家男孩，长大后从少年的你开始，他的脸上更多了一些坚毅的轮廓，显得成熟，经历沧桑。个人认为这两位少年都算前途无量，有出众颜值，亦有着内在的表演功底，名校的学习积淀，让他们相较于一些艺人有更多自身优秀。两位的优秀小哥无缘榜单前列，而他们另一位搭档王源更是在于这份榜单中看不到影子。难道 TF 真的已经过气了吗？不过这都不算什么大事，因为明星排行榜本身就有不少水分于里面，也许今天你排在榜首，明天被跌出前十，说到底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源于粉丝的疯狂度以及一些认为操作原因。也许前段时间哪位明星话题多、热搜多，明星榜上便靠前一些，该低调一些的就靠后一些。明星实力到底孰强孰弱，还是该用作品说话，用一份注水榜单判断谁领风骚，谁又山河日下过气，是很不客观的。近日任嘉伦与腾讯播出电视剧《墨宝操刀的一生》与长安如故遥播出了，亲替二胎与他妻子探班的通稿又满天飞了，真是个破费。这篇通稿呢，一张实锤图片，却被别人别有用心的人，包括于这篇问题下面的匿名用户到处散播，可见是真的火了。假如以前我一定暴躁起来，但现在却沉默寡言。由于我真的觉得真正的观众不会在乎，也不会相信，演技好才是真的好。自嘲为粉丝，然后各种造谣脱粉，80%以上都是提到的妖魔鬼怪吧。以前就有过粉丝滤镜，但是看过综艺《闪光的你》，发现和自己想象的还是有点区别的。于程度上来看，他更像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，不像一个充满勇气的人，更主动去接触一些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是很困难的。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样的人比较稳重，能给人很高安全感，但作为一个影迷，我更喜欢一些跟自己脾气相投的人了。大家应该都很清楚，没有完人，因此任何滤镜都经不起无限放大，何况网上信息难以辨真假，所以在不能做出客观评价的时候，我会选择不评价。事实上我们不需要给予明星赋予太多意义，导致他们的感情被反复调动或者欺骗，因为那样看起来就像是粉丝们在娱乐，